12岁大女儿 Ellie 以及二女儿 Lily 举手投足都散发明星风范，风格各不相同的两人也吸引了大批粉丝喜爱。日前适逢圣诞节，小 S 家中也布置了一棵超漂亮的圣诞树，让家中的圣诞气氛浓厚。只见大女儿 Ellie 身穿一件红色亮片连身裙，正面看腰间的挖空设计十分吸睛，没想到一转身直接露出一大片雪白美背，仅靠一颗扣子固定背面，大胆设计非常性感。二女儿 Lily 则换上兔女郎装扮，以瓶口连身裙搭配兔耳朵，秀出完美的肩颈线条以及一双大长腿，整体造型甜美又性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莉莉透过现实动态分享了自己激动哭泣的画面，原来是妈妈小 S 送了她5条雾的灯相框，让她感动的哭出来，可见小 S 对女儿的用心啊。